家好，我是让着你坏你都会。祝你七夕情人节就可以找到心爱的人。在哪里？威尔，威尔。在哪里？对不对？那不知道多会知不知道台湾的七夕情人节是什么？哦，我知道了。哦，근데이제한국에서는7월7일이전화진료가만나서오각교에서만나서눈물의재회를해서그때비온다는미신이있는데저는그래서7월7일만되면비를기다려요좀그런낭만을즐기고싶어서비를기다리는데이번대화에서또비가왔으면좋겠어요所以多会平常可能也很喜欢下雨的感觉좋아下雨 rain 좋아요좋아요对下雨哦因为浪漫啊、浪漫如果多会真的真的有喜欢的人通常你会想要跟自己心爱的人做什么样的互动啊或怎么样表达自己的爱意哦저는일단좋아하는사람이생기면은잘챙겨주는편인데어그래서작은선물을주거나조금더이렇게많이뭐지아 많이이렇게사랑을이렇게주고하는데어아직좀제가하고싶었던버킷리스트가있는데커플티나뭐커플신발이런걸맞춰본경험이없어서그런걸해보고싶은데어아직사랑하는사람이없어서나중에하겠습니다祝你七夕情人节就可以找到心爱的人在哪里威尔威尔在哪里